七月，你答应过我，在狩猎旗上，这辈子至少要让我赢一次。但我们已经快死了呀。大家好，我是白霄，一名平平无奇的部落之子。我的父亲告诉我，在南方大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友善。我要找回失踪的清月，陪我下狩猎旗。爸，我好像没钱了。